书，哪明星好的人，你不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？我能干活。我还是再给你找个家行不行？老许，你要老婆不要，只要你开金口，我等会儿给你送来。那你就送来吧。君子一言啊，你准备准备，今天晚上就东方花烛夜吧。去去去去玩去。今天下午我脚没沾地，来回跑了30里。哎，你怎么进来？进来啊。那他就是老许，大名叫许灵均。哎，你叫什么？什么都好，就是穷点，不过越穷越光荣嘛。啊，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。什么玩笑，我连证明都开来了，这是我给你带领的，你要是中途退套不干，可太不够意思了。这不行，钱都来了，这不行。好了，你们好好过日子，明年生个胖小子，可别忘了扶请我喝喜酒啊。你喝水吧，走了那么远的路。你吃饭吧，我煮的粥。你吃，你干了一天活了。你吃吗？我们分了吃吧。好，你们那逃荒的人怎么那么多？你爹妈怎么会舍得让你出来呢？你别难过，我们这儿的牧民都是很好的。我来洗。不用，我洗。给我，我来洗。来是我妈交代过，叫我要勤快。你们这儿有没有邮局？有。干什么？想给我妈写封信，告诉她我找到个家。抖音。